嘞。今天我们请老梅来当我们的服装展示的 model。嗯哼。好，请问一下我们老梅的身高体重是？161公分，希望还会再长，体重45磅上下公斤。好，三围是？32、25、35，对。好好。好，那今天为我们准备了几套衣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除了身上这套之外，这套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套，这套是就是打进跟小朋友距离最好的一套。哦，很好啊。对，这套其实只是一个我把它当成外套穿，但它其实也可以扣起来。好。对，但是有点热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拍照吧。好。开始吧。好。好。来，请叫个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是什么？他说一定要一只手比一只手高。好，来比一下。反正就一只手比一只手高就好。这样子啊。只要是一只手比一只手高都可以。这样子，好。好，下一个。谁？要比一个什么姿势呢？要比什么姿势？随便啊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姿势可以看看远方。看看远方，看看远方，看哪一个远方？任何一个远方。我觉得我是那种超级难受的。可是那天。我会傻讲。不讲话就不行，不讲话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排解那个心里的那种，就是你知道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那种感觉。这样子，对，因为你心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你只好让你的身体一个地方知道该做什么，就是嘴巴一直讲。对，没错、就是。这一段薇娅摄影棚很奇妙。对，就是 model 为什么一直在讲话？就是、对 ，model 一直讲，然后摄影师不讲。对，对，摄影师讲点话好吗？他要看这边，看那边，这样子。哈哈哈！啊，这个一直乱看，这个 model 不受控，对，不太受控，我都会觉得就是有一点被控制住的感觉，就是如果叫我不动的话，这样，对，我一定要乱晃，然后请摄影师自己抓。哦，这个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对，那就换人拍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来拍第二套衣服。Bimo。这是一个小学生造型。对，有看过《探险活宝》的应该都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个角色。哎，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老皮阿宝的那个卡通。嗯、这样。对，里面的一个角色。好，请摆几个姿势吧。好。好，转圈。转圈。看远方。摸摸头。好。下巴痛。下巴痛。头发痛，头发痛，头痛，头痛，肚子痛，肚子痛。啊，刚有那个玛丽兄弟跳，啊，跳了哈，再跳一下，可以啊，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这一套来转个圈圈好了。转转，我要杀你了！这套没有要杀人嘛？哦，这套没有，超没有，超没有杀气的。哦，变。那天还有店长还要教一个什么台词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他不是说我要杀你了吗？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吧？好，来头痛，头痛，两手头痛，两手头痛。看远方，看远方，敬礼，敬礼，扶着脸，扶着脸，两手扶，指着远方，指着远方，啊，我要杀你了，我要杀你，好。你真是一个好会拍的摄影师啊！你好会拍哦，你真是一个很会拍的摄影师哎！你拍的什么东西啊？你拍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把我拍太胖了吧？开始。他那个原本的恋爱摄影棚里面那个是很女性化，是不是？是很女性化。
说 model 吗？对，是啊，是。然后他有一个老的摄影师会跟这个拍的人讲说你这个拍的好不好？然后 model 如果觉得不高兴，他就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你就是你按的、哦、你按的那个瞬间，我刚刚不是有拍影像嘛？对。然后他会在瞬间找到一个，咔咔咔。哎，啊，你在选的时候是不好的，他分数就低。我的感想是吗？好，你的感想是是好、哦。好难，我超不会讲感想。我觉得每次拍照我都会有一种怪尴尬的感觉，因为拍照 不用讲话、嗯，但是我就爱讲话。然后你要我不讲话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。也是哈。对对，所以还有办法让我讲话，就是那个什么拍得很烂，拍得很好。这种就很会。就是、还好，对，这个我比较会。对请发我会可以讲话的 case 好吗？好，谢谢。不讲话的不行哦。对，会心生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心生是什么？心生什么感觉？哦，所以一定要有让你讲话，才可以。嗯，对，好啦，但还蛮好玩的。真的？对。好，虽然这个片子可能次数不会太好。因为芒果上次拍也不够就，哦，真的，1000多次。那我想一下，要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冲多一点？它有一个不同的卖点嘛，对不对？不同的卖点是吧？想一下，拿游戏机拍，请帮我 P 上一个游戏机，把观众先骗进来再说。哦，这样子，对吧？那我就拍你，你手里拿着游戏机哈。对，好，这样 OK。好，我们就来拍这个照片吧。好，是这样。好。然后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有那一张，拼上起来是拼上去的。对，谢谢你们被我们骗进来了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速度自身。